我们现在呢来到韩城花椒基地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玛丽来到了花椒大道了。这个一路边路上这它这路灯的装饰它都是花椒，看到没？哦，看到了，花椒大会。老公，那个这是中国花椒啥？中国花椒之都。之都，我中国韩城赵峰村。哦，它这个是个万亩花椒园。哦，再看，你在这看一下，这好几座山它都是种的花椒，是万亩高校花椒示范基地。万亩，你想想，就是后边那个字哦。哦，万亩有多大？哦，你想可以想象一下。哇，这个山全部都是种的花椒。啊，掉起来不行，掉到哪？这个要种多少年才长这么大？这个一般它最少和苹果树差不多，最少三年才开始挂果。哦，第一年挂果就一点点。要就六七年哦。哦，正常你采摘大量采摘卖钱，估计就五六年了。啊，才开始卖钱了。现在再讲一下记者兄弟，马丽到底要给那么？我是有职业的老板。只要这个房子是干啥的？你说。这是开花椒树的，怕被人偷了。哦。里面住着。然后不能绕进来。那么这个别东北寒了，叫蛋炒呀。嗯，那差不多。一万，嗯，啊，一万亩花椒园。来到花椒地了，不敢抬头，怕被扎了。这个刺很多啊。嗯。俺们摸摸包。小心啊，小心。摸摸包。哦。哇，这花椒太漂亮了。那叫母鸡啊，叫什么？哦，那叫母鸡。那行，那种那啥呀？哦，那连接种那啊。嗯。看一下这个花椒树。哇，真的结的特别特别多。太漂亮了，看一下奶奶这么大年纪了还过来摘花椒了。我看这个摘的也挺不容易，是咱们摘的奶奶。摘这个也挺不容易的，你看不好摘。这花椒上刺还是挺多的，他们就是用这个绳拉过来之后，用脚踩着这个绳之后，再摘这个绳。对，对，就这样。哇，看你，我奶奶的手摘花椒摘的，是吗？我成这样，手都烂了啊，手都。这是摘好的，好不好？你这不过来嘞。老公，啊，弟弟说他们种这么多这个麦娃要挣多少钱？挣多少钱？啊，这个反正现在是人工成本很大。我跟他们聊天了，这湿花椒嘛，湿花椒一斤下来卖六块钱，六块钱你带你找人工摘，一个人摘一斤得三块钱，三块钱啊，哦，摘一斤三块，你只卖六块钱。那湿和干的话，有可能湿的重点呗。啊，哦，那干的应该说是四斤多一点，摘一斤。哦，摘出来一斤，那也不容易哦，不容易。嗯，老妹一路找爬水嘛，讨了链接都一路被爬去了，别人也说了。这就多的。哦，有多的，有的到这些，没别人有去了。一路别人有去没有？这他算下来没你们的香蕉值钱，因为你们每个月都卖了，价钱还比这个高。哦，我觉得嘛，只有一条，到二号木年了，已经过了，你好对了，要用过，你看你到哪走？弟弟说在哪里都要吃饭干活了，都不容易。对呀，啊，其实你们老挝人可能觉得中国有钱，但中国人其实挣钱也不容易，特别种地。所以说弟弟说嘛，弟弟说难怪中国人有钱，他们也勤快，种这么多地。对呀，啊。哇，阿姨摘了这么多花椒。哦。到十一点了，阿姨回家吃饭了。哦，要回去给人做饭。啊，嗯，行。哦，这里摘回来之后放在这里晒太阳晾干的，自然晾干。嗯，不行，这个就不咋晾了。哦，那叫这个。奶奶，这个要晒几天才能晒干？一天就干了。一天就干了。晚上就弄出来了。哦，晚上就弄出来了。腾出来了，都弄好了。哦，这个奶奶80多，看身体杠杠的，感觉都看81了。81了。哎，看着不像81，走路挺快的，我走都没有他走得快。下播了，然后雷波带我们来吃个，说是他们韩城最大的烧烤夜市，过来看一下。你干啥去呢？他也叫个东西，咱俩那忙了，他这里卖吃的挺多的啊。现在是我们来早了，还是来晚了？人呢不是很多，卖东西是挺多的。抓住你，坐下，下位王法，一套龙珠。这里叫吃饭的呢。你看我老公，看到他的同学比什么都开心。
这里卖吃太多了，我们就来这顺饭店，吃个烧烤。多看事情，我一会儿出个作品，多看我出个作品，哎 ，OK 的了 ，OK。妈妈，多吃点肉。好吃。好吃。干杯。哪种吃美得很。你这美。要蒜不要？咋了？啥？蒜。大蒜都不弄给呀。吃，你过，你吃。你吃。哎，你把这手。